是谁开启这解不完的谜？那个字幕或那双眼睛，描述到今与你不期而遇，但却注定是唯一。你就像一捧飞雪不肯追尘，两千万日夜人只人如凡，在天落地往前凿开一道空隙容身，警告声再大也要亲吻你双唇，纵漫天炮火洗礼贴你耳畔，稍作停顿永恒。